我知吼，可能是也较无遐好唱吼。啊，不过咱听这旋律，咱知影讲伊这个庄严吼，确实是足庄严的一首国歌吼。伊这就是咧描写着讲，因为我去甲查考，伊这个作曲吼是敢那采取伫法国迄边。因为二次大战吼，嘛第一次世界大战拿破仑迄个时代吼，伊每一届若要去出征的时阵，因就是将武士拢甲摆摆咧，然后要提的武器，拢总爱唱歌，啊就是唱迄种仪式吼，唱迄个仪式啊，怎甲武器举起，啊再去做烧台。啊日本吼，我会记哩伫，去伫你敢知影日本第一位的天皇啥物人？哦，徐福呢？啊，这个人讲竟然是日本，我可能是伫迄、那个嘿，敢那历史读过，敢那讲秦始皇捌叫伊去日本吼，迄边找迄个长生不老，啊找到落尾，伊怎带一人过，啊怎无转来，啊怎底下变成日本？啊，所以感觉讲去迄个靖国神社吼，看伊第一任的天皇，竟然就是徐福。所以伊这可能唔来什么原因，唔来是真正，还是假，我嘛唔知影吼。啊，毋过咱看到讲，因一个国家就安尼成立起来，啊，何况台湾吼，各项条件拢未比较歹，咱可能就是爱骨打拼，安尼就会当完成。好来，安尼这日本国歌吼，咱安尼有清楚无？咱刷咧吼，因为时间上关系，咱过来要唱这个歌吼，可能就较无遐好唱。好，这同期的樱花，哈、哦，这是日本较早咧战争的时阵，拢会去唱着。哦，来，这意思哈，伊、哦、这意思敢那是哈、哦，就是讲你甲我拢总是。伫讲这个时期樱花吼，咱伫学校内底，拄啊伫庭院吼，看到讲这花是咱是讲一个樱花出来迄个时期啦吼，所以因就甲这个歌词写作，因出征的时阵，大概拢爱去唱。我发现就讲因日本吼，有一个真好的咱爱去学习的所在吼。就是讲，当我去看到日本一个人叫做坂本龙马，伊原底，伊拢总伊讲，因家内底是七个姊妹，甲人伊一个查甫囡仔。啊，因爸爸就看了真，敢那讲会较会为伊拍算，开始怎去甲伊送去武士因家讲，伫日本。都开始，因的武术内底当中开始有舞蹈。敢那讲舞蹈，你若学愈高的人，你的成就就愈高。啊，不过这坂本龙马伊都开始是去做人的下武士。因的武术有双分做上武士甲下武士吼。啊，上武士就是讲，伊要烧台的时阵，伊拢有将这个武器交予下武士的人去拿。啊！若真正要烧台，再去家拿过来。所以坂本龙马，伊只不过是去遐共斗拿刀安尼尔。啊！毋过有一回，坂本龙马伊怎去看到一届美国、英国因即个船只怎为啊驶过，看到因的炮，伊开始思考着讲，真奇怪，遮尔好的武功。动这大炮敢动会掉？可能无法度，应该绝对无法度。所以你甲看中国，伊每一届甲咱教育，我每一届去讲讲，咱这个台湾是好顶个安全，有美国咧甲咱保护的时阵，你敢知伊甲我讲的回答答案？实在我听落真正好笑，因为伊讲。因为伊讲吼，中国还佫有真好的武器还袂提出来，你敢知啥物武器？哈？
中国功夫，迄是可能要一项吼、哦。有，也佫一项武器，讲也佫袂捏出来。我讲人迄美国迄做一只航空母舰吼，开偌济钱啊去做一只啊，中国两千万去共买。伊甲我讲啊，中国还佫有真好个武器也袂捏出来，啥物物件？人足济以外，航空母舰人真济，敢会惊？应该嘛是无法度吼。要过伊这个人就甲我讲讲，因为中国的武器，就是有一支夏提如泥的刀。伊即马吼，若举出来吼，对航空母舰刚咬一空吼，啊，迄只航空母舰就沉落啊。我讲哇，遮厉害哦！不过咱想来想去，敢有可能？好，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虽然你有迄支刀，但是嘛无法度讲去做这个代志。来，咱是咪当放这个影片吼，咱来学这首唐词吼，其实嘛都。但是旋律哈，你也当知讲，伊是一个足震撼的日语的一个歌曲哈。咱遮唔知会当有人会晓唱无？迄个啥盖你会唱这首歌吗？因为旋律好，我给，好，来，咱来试看看哈。哎、欸，来，这唔知迄个比哈，
貴様と俺とどこひなこら。请问一下，这个有没有那个谱可以看？就是没有。哦，这样子哈。嘿，哇。哦，对对对，去萨马多，奥利瓦，那个是念多瓦多瓦嘿，这个地方哈。去萨马多奥利瓦。哈多乌基，哎，等一下，他是选，因为这波碰没有谱的话，哈，那个，嘿，对，基萨马多奥多瓦，多乌基诺萨古拉，哈，多基诺萨古拉同期的樱花，哈，嗯，来，我见哈，来。试看看哈，因为这个，能不能背后用那个音乐啊？是黑的来。哦，呵，来哈，因为这旋律的爱有破哈。能不能用刚才那个画面？对，进去好吧，就黑的。伊所唱的这个歌曲哈，啊，咱去甲欣赏啊，进一步，咱是可能伫今年的十二月，差不多二十遐会过去日本哈，所以当迄时你若有参加的人哈，可能你若唱着这首歌，你会知讲，
迄种壮观吼，迄种明仔载要出征的时阵，咱拢会唱这种日本的军歌，代表讲咱真勇敢去甲人这个战士的参悟。所以吼，咱伫这个同期的樱花内底，你会当看伊写一个歌词吼，伊拢无予咱看到讲内底是一个惊吓。好，咱来看伊这歌词内底所写物件，拢总是讲，哦，你会当为着这个国家来牺牲是何等的伟大。严格咱看起来吼，在咱即卖的教育内底，你会当看到囡仔，伊每一届拢讲，哦，你爱为你的国家尽忠，啊，毋过当你看到遐个中国人，伫咱台湾走来台湾的中国人。你若有机会，你敢问讲，那为什么你们当时不勇敢的去打共匪？哈、哦，伊拢讲共匪，他们伊拢甲讲吼，因共匪因怕啊，都是他们很勇敢的抵抗，来甲咱台湾保护，惊咱台湾在遮尼啊平安。但是你甲思考起来，当初时我看因过来的时阵，听阮阿公、阮阿妈咧讲讲，因过来是用那像用走路迄种方式。好，遐咧轻轻框框，轻轻拢排当顶啊，啥物会像去食安尼过来，啊，叫咱爱为国家牺牲，这是非常吼，咱会当去甲美、甲日本的军官甲比较，你才知影讲，哇，这是差足侪足侪吼，甚至伫学校内底，我会记哩，我读高中的时阵，嘛拢毋捌唱过军歌，所以有一回咧唱的时阵，我听着讲。哦，一首军一个军歌叫做《男儿立志在沙场，马可裹尸弃豪壮》。啊，当这个时，当迄时阵要升旗，啊，大家拢排队咧唱吼。啊，迄教官看到我嘴点点，啊，伊就甲我特别叫过讲：啊，你哪拢无咧唱军歌，代表你不爱国，没有精神。啊，我甲问讲教官，我是一个男儿吼，啊，毋过叫我立志在沙场。你若卖，我才卖呢。啊，无你敢叫我去，啊，你家己歪去。是安那，我都爱去讲烧台，啊，你都食得济。吼，啊，佮大概咱唱的歌拢是遮尼啊，煞气顶顶。是安那，马可裹尸弃豪壮，迄是惊死人呢。迄叫做讲吼，恁遮爱去烧台，台甲死才转来。敢有人？莫怪咱学校常常咧烧拍，就是安尼。吼，因为咱的歌内底就一直甲咱教育讲，咱爱开始去。开始去做这个，哈、哦，争斗，啊，然后去跟人相拍。所以你甲看因日本因所争斗的物件，拢总是为着要保护因的日本。但是咱台湾来讲，咱的牺牲是要保护倒位啊，拢总无，拢总是两个相拍安尼尔。嗨，无要紧吼。咱即马过来听一首即个做台湾军的歌吼，我、哦、这首是真壮观，这首比拄只迄首有较好听吼。来，咱来听前面那个迄、那个影片吼。好，咱来播放迄个影片，啊，你咱对这个。听看看，好、哦、来，好、哦、这个台湾军的歌哈。太平洋空飛ぶ，輝くみんな見る人生。黒しぶく八代島荒浪に吠ゆる赤道みんな見て立てるみんな見ろ守りは我ら台湾軍まけんそして台湾軍本命の戦図鑑戦
유소우파와르시세예이나르빈나니로마모리와와레라타이왕은파겐오시대타이왕은歴史は変わる50年島の沈めと賢くも神さりまじし飛び屋の名残を受けて蓬莱に一座を去って市民並みの守りは我ら台湾軍パーゲンとして台湾軍证明说在日本没在我们台湾给我们征调，所以台湾较早是日本的土地吼，不是中国的。所以咱李家人看得真清楚，根据台湾这个土地是虾米人的，我相信是讲咱来这受训来底，就是要予咱知影，咱甲中国一点啊关系都无。所以吼，伫这个唱歌的驾唱来底，我每一届拢会去看到讲。一个苏明老先生，伊迄个歌词吼，伊讲一个梦50冬内底，看到真济真济台湾拢总咧互欺负，吼，所以伊到后壁迄首歌词，当我第一届看到人街路咧放迄个街路咧行的时阵，伊看到听到讲，伊迄个歌词内底写到吼，为着建国的希望。咱就爱拼，爱拼。所以，当迄个时阵，咱会看到真侪人，伊毋知要拼伫倒位去。所以，伫4月2月28迄一日，我感觉讲心内底有当真艰苦的时候。2月28，今年2月28，拢总休困，拢总休4天假。也毋过，咱所看到的情景。就是看到高铁的铁皮，迄个车票卖了真好，高速公路拢全甲塞车，然后风景区、游览区拢总是人。当你去甲伊问讲，请问今仔日啥物日子？伊拢讲我也知，吼、哦、啊，228和平纪念日，吼、哦、啊，就是和平，所以咱就爱休困一天，啊，多连着拜六礼拜，所以连休多4天。伊拢未想到讲，这是。用几十万人的老伙性命去换来四天假，所以大家在那里快乐欢喜的时候，感觉就说有很多没经过这个台湾苦难的人，他的心可能是很艰苦，因为那么多人牺牲换来大家都全是开始去娱乐，尤其有一个叫做姓白总统北副总统、白副总统，伊讲这个历史的伤口要让他忘记。我听这句话吼，实在是用要起倒火起来。伊讲遐济人互你抬死，你讲叫人爱忘记，这是非常唔对吼。所以当这个时阵，我嘛只讲有机会拄到这个白副总统，我嘛想要甲讲讲白副总统，你若去伫东德、西德迄边吼。犹太人遐，你甲讲吼，当初时希特勒派恁遐济人的时阵，你嘛甲讲啊，你们都要忘记这历史伤口，甲忘记。你若底下无妨拍死吼，我再随在你。谁那遐那会使叫人忘记？吼、哦，所以今仔日咱是伫歌唱内底，毋忘大家当记掉这个精神，就是要互咱了解，台湾是甲咱永远做伙，咱无度离开这个所在。好，咱今日上课哈，大家好，谢谢。加起立。